一个孤独的企业教练成长故事。MPO 的时候，我的收入变成零，我有一堆的账单要还，我不知所措。每天在想，然后想，想呀想，就得了忧郁症，越来越严重，最后还送进医院。那是一个我人生中很可怕、很可怕的经验。过程，研究完毕后，就快要完毕的时候，12月，2021年，我太太突然间死了。他中风，35岁就离开了。我意识到健康没有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我苦苦挣扎，非常苦。我非常压力。是2022年12月，我遇见天使，2023年，我选择跟随天使。做了很大改变，人到中年，我选择提升自己，为了自己，为了我两个很小的孩子，为了我父母亲，年老的父母亲。5月，2023年，经过一番培训，我在全国开讲，还受人力资源部，他们居然什么马来西亚的赞赏。2023年6月，我带着团队参展，2024年，我出版了《Excel 零加 Formula Guide》。创造了60-second game shape，我公司是创智集团，
我是总裁刘子阳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